什么游戏啊 ？D E A D L I E S T C A T C H 冒号 T H E G A M E 更新资讯。阿美这分类啊。等一下哦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等我一下下哦。游戏截取新增，这个很蠢。下啦！哦，有了 ！Hello，Hello！ 这好是好，等我一下哦，好多东西都还没调，我应该开一开就睡着了吧？我觉得啦，今天。这两天好累哦。OK， 哎，这不是捕鱼游戏啊，这个是抓螃蟹游戏，新游戏教程，接手。哇，我睡着喽！欢迎来到游戏教程，跟着，感觉声音好大声哦。混音装置，还是那么大声哦。设置，还没音量哦。哦，在这里哦。好的。你需要一些物品才能开始捕捞。商店，购买一些浮标，购买捕蟹笼，购买飞鱼夹饵。啥？怎么买？商店。好。我们要浮标。我多少钱？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块。个十百千万。那么贵哦！哦，白色这是100块啦。哎，不对啊，对啊，这是万呢。三个浮标确认。不对，我原本就有啦。捕蟹笼，购买两个，确定。飞鱼夹饵，飞鱼饵快，确定。好了，点击你的船。要口搜就要有口的计划，选择最多螃蟹的地点，以海床来。螃蟹喜爱沙子与泥巴地质。不好意思，深度。大部分的螃蟹位于5到100米，5到100，然后嘞，怎么看啊？好，然后嘞，快速移动，啊，只能点这个啊。
欸，可能要换游戏了，真的看不懂欸。我以为这个是扮演那个打捞的那一种的，结果为什么累？就很累啊！哇，这什么？我好晕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，等一下，我这个一定玩到晕，我会玩到吐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它是那种你滑鼠已经移过去了，然后会有延迟移的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换游戏，我要换游戏，我要吐了。这款不行啊！先解除安装。哇，那我没游戏玩了。我想说今天就来玩这个，结果不行，会吐。移除。啊，画画又没手感啊！做人怎么那么累啊？等我一下哦，找游戏玩。而下棋，爬塔有点，最近玩太凶，有点要怎么讲？就你们懂的，爬太凶了，会有点失去兴致。安安，等下先播个歌好了。清月，Hello，找不到游戏玩呢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啊，是有游戏玩，可是，现在状况玩那些游戏会有点惨。不然玩这个好了啊，算了，不要好了。哦，我好烦啊，我在干嘛？好啦，不然玩这个永远都不知道怎么过关不了的游戏，完成，好哟。这款游戏我用摇杆玩的，啊。哇！赶快！吓死我了！烂恶逆剑，远端同乐已推出，有，好闷哦。这个插这里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要开始截取游戏。新增，对呀，L O S T C A S T L E，新增来源，这款呢，买到现在，我一周目从来没破关过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叫水吧，单人游戏。等一下啦，还没好。但你看等级49，一周目还没过。阿云月是等级蛮低的，就一周目就过了，也是一个靠赛游戏。对，这我音乐要关掉了。
这根本不需要音乐啊！跳，等一下哦，大声一点点。这个是跳。我怎么换弹夹？哦，好。安安，好久没玩，不知道这干嘛打僵尸。你是说那款吗？也不是不行，这款，我现在好像有点变智障了。完了，我今天是不适合开台啦。糟了，我今天怎么了？我怎么按啊？然后，啊，要修哦。要修哦，等我一下，我真的今天不知道中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天哪！因为吃饭所以没有，现在还在找游戏玩。刚刚操作，我觉得有一点很大的问题，还是今天休息好了。不行，我觉得今天有点惨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今天怎么了？糟糕，真的是很尴尬呢。我的僵尸在这里。啊，不算最好啦，我们来练等。噔，开始。我不知道今天到底怎么了啦。哎呦，跟你。Tape 加速移动。声音是不是有点大、啊？哇，蛮趴的。等一下、喔，我们来点继续背景音乐，不然会睡着。商店没有？算了，练等。好多游戏，我是蛮多游戏的，只是。只是很多游戏只是现阶段玩不了，这啥啊？不同的东西吗？